国粹精髓为您悉心传授，修身养性，指引健康人生爱好。欢迎来到由工作者品牌服饰独家冠名播出的网络剑术课程班，我是今天的主讲任教练。今天呢，我们带领大家练习第二套国际归经套路剑术的第一段。大家在看完视频之后，如果想要观看更多教学视频的话，可以进入我们功夫者官方网站。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知识的话，可以加入我们功夫者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和官方微博。如果想要与更多功夫爱好者进行交流的话，可以加入我们功夫者官方 QQ 讨论群。好，我们开始吧。讲解啊，首先预备式，挺胸抬头，使劲啊，然后准备开始，身体提剑，身体稍微往前压一点，然后有一个转身，转身的同时，你看啊，我们提手，这个剑从这边，眼睛随你的剑指看到后面去，看到后面，这个时候有一个转头，从这边。摆头看剑指的动作，持剑这个手啊，稍微这个肘的地方抬高一点，眼睛看剑指的方向，脚下是一个钉子步，挺胸抬头看剑指啊。第二个动作交叉步，直接撤你的左脚，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手是一个上去，一个从上面过，一个从下面慢慢的撩起来啊，慢慢的撩起来，眼睛看后面这个剑指啊，一个交叉步的动作，这个手高一点，然后后面是一个上步三拍脚，上步，拍完脚立马转身，甩头拍脚，眼睛看你持剑的手，然后上步一个云剑，并步云剑，云剑的动作，并步云剑，换手，然后一个脚花。身体压低，压低，然后又是一个交叉步刺剑，交叉步刺剑，同时记住啊，这两个脚同时分开，同时分开，眼睛看你持剑的手，好，上步，剑指配合到腋下，里外花，一个花，另外一个花，翻身。翻身完之后，一个跳步的一个脚垫动作，跳步脚垫做那个弓步刺剑，然后这个马步做一个预备的姿势，弓步刺剑腋下，手在腋下然后是一个缓慢的一个动作，慢慢的揉马步往回拉，甩头的时候看拉到一定程度之后，这个剑有一个转腕的动作，同时贴近你的身体，然后你的头看你肘这边的方向，并步刺剑，刺剑的时候还是一样的，大家都知道刺剑的时候剑指放在腋下，并步刺剑，身体有点往前探然后起身准备一个花上面头顶上一个花一个花，然后往后面走，画圆转身穿剑，为我们做那个弧形步做准备提膝，弧形步往前穿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个时候有一个空中跳的动作，
跳的时候啊，双脚并起来，踏，跳完之后是紧接着一个击步，啊，看，踏击步，啊，击步完之后啊，上步，然后一个翻身跳，接坐盘，看一下，上步跳，坐盘，啊，坐盘一定要坐稳，手在这边做一个配合，嗯。着重要点，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弧形步啊，大家一定要算清楚这个步法。来，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弧形步的步法啊，一定要数清楚规定的动作，所有的这个步法不可以多，不可以少啊。从这边直接从提膝开始啊，提膝，我们算起来，如果是右脚算第一步的话，其实总共是八步啊。看，右脚第一步，第二步，第三步，第四步，第五步。第六步，第七步，啊，第八步就是跺脚了，跺脚上步，然后一个跳，上步跳，击步，啊，击步完之后啊，上右脚直接一个起跳，翻身坐盘，在翻身的时候动作在空中要舒展大方，把那个身体啊整个这样子展开，啊，这个落地的时候也方便你那个坐盘会更稳啊。今天我们大家一块儿学习了第二套国际规定剑术的第一段，大家在练习的时候啊，其实可以翻看我们剑术的组合动作里面，我都会有一些这些套路的一些组合动作的一些讲解啊，因为有些不够细致的，大家可以在剑术组合那里找到这些动作的详细的讲解。那在看完视频之后，如果大家想要观看更多教学视频的话，可以登录我们功夫者官方网站啊，那里会有更多的教学视频等待着你。然后呢，你也可以加入我们功夫者 QQ 讨论群，那里会有更多的功夫爱好者啊，可以和你交流。也是可以加入我们的功夫者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和官方微博啊，那里会有更多的知识与您分享。好，那我们下节课再见。